咁我哋咧就我哋嘅主題咧就係上次繼續嘅，就係話咧我哋嘅好行為都有罪污，但係真心為神做，一定得到神嘅喜悅同埋賞賜嘅。咁我哋上一次都睇過呢個經文，我哋唔再睇啦。咁由我哋上一次睇過哥林多前書三章六節開始嗰度講到咧，就係保羅咧栽種，咁咧就建造在呢個基督嘅磐石上，然後咧阿波羅就澆灌。但係唯有神能夠叫佢生長嘅，所以咧栽種嘅唔算得乜嘢，澆灌嘅都唔算得乜嘢，唯有叫佢生長嘅神。栽種同澆灌都一樣，但係將來要照個人照自己嘅功夫喎，每一個人所做嘅，將來都會喺神面前接受審判。咁而所做嘅係神所喜悅嘅咧，神係會賞賜嘅。嗱，雖然我哋有罪污喎，但係我哋有好行為嘅時候，我哋求主赦免我哋，神就赦免。除咗赦免之外咧，佢就會紀念我所做的一切。雖然我們做的時候都一定有不完美的心態，譬如有時會有不耐煩，沒有耐性，沒有充滿的愛心，沒有充滿的喜樂，有煩惱，這些都是罪污來的，即是都不完美，在神的完美的眼中是不完美的。因為神不是好像人家特意去找挑剔，但因為神是完全聖潔的，祂不能夠容忍任何的罪，咁所以喺好行為上帶有嘅罪污都係唔能夠喺神面前係算為義嘅，唔能夠算為完美嘅，所以一定需要耶穌赦免。所以我哋就算做好行為，我哋都話神啊，我有做得唔夠好嘅地方，求你赦免；我心態又唔好嘅，求主赦免，亦都赦免我好多不同嘅罪。嗱，咁刻意犯罪同埋好行為犯有罪污有咩分別咧？個分別係咁啊。刻意犯罪，譬如鬧人啊、講大話啊、傷害人啊、諗埋啲唔好嘅嘢啊、有污穢啊、有淫念啊，呢啲咧係好明顯係犯罪嘅，係整個所做嘅都係犯罪。咁但係咧，好行為上有罪污咧，就係真係想遵從神。不過遵從神嘅時候，未曾去到完美愛神愛人，未能夠去到完美已經係罪啦。咁嘅時候咧，就會帶有罪污，即係佢本身有好行為嘅。而帶有罪污的時候咧，咁呢個好行為神喜悅嘅，咁我哋求主赦免嗰個罪咧，就會即係神就會喜悅同埋賞賜嘅。咁同埋咧，譬如一個人佢話嗱，你仲可能話有罪，咁我又有罪，我不過我成日偷嘢啊、鬧人啊、傷害人啊，咁你有罪有咩分別咧？個分別好大，因為佢偷嘢、鬧人啊、傷害人啊、淫念啊，呢啲係冇任何嘅好行為存在嘅。是完全是不好的，是完全神不會即是在神不喜悅的，神拒絕的。但是當一個人聽神的話愛神的時候，他是有不完美，但是依然他是做的是神所喜悅的事，所以是得蒙神喜悅。不過他一定需要神的赦罪。有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了，神啊，我做得不夠完美，求你赦免。我有不夠耐性的，求主赦免。我有對人態度不好的，求主赦免。這個就是為到我們的罪污來到悔改，求主赦免。你說如果我不記得了求主赦免我的罪污是怎樣呢？我們整體一個悔改赦罪的心態，有時我們總有些事不記得求神赦免的，神都赦免的，即是神不會說你不記得你為到你今朝犯那樣罪，你昨天那些你認了，今天那些沒認，那今天不赦免，不會這樣的。即只要我們是真是真心悔改跟從神，我們所犯的罪都會神都會赦免，不是一定是每一樣罪都一定要認，但是我們知道一定要認，尤其一些明顯的罪，尤其聖靈一直提醒我們一直繼續犯的罪，一直神不喜悅的罪，那些我們是需要有回音，有回音那些所有的令到我們即是總之所有不好的事，我們心裏面憎恨和排斥這罪，這是神所喜悅的。而將來呢，就是我們呢，就是我們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種的田地，立好這個根基呢，在上面建造是蒙福的。好，今次我們繼續在十一節開始，我們一起讀一下。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階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这个讲到呢，就是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了。我们不能够立别的根基，那就是告诉我们，不可以用任何方法来到神的面前。现在有些教会他们接受其他宗教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这个是违反圣经的。圣经是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这里也都讲到是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拯救我们。所以基督徒呢是不能够依靠任何其他属灵的势力。咁咧啱有個姊妹就同我講，佢話有個群體咧就傳一啲信息咧，就話咧係會幫你有正能量啊。咁咧就又有人俾錢喎，不過好少錢嘅啫，其實又唔少嘅，一日一蚊，其實唔少嘅。咁然後跟住咧，你參加之後咧，佢又會叫你嗱，你又參加下一個，下一個又幾多錢，幾多錢咁。咁佢就講到咧有正能量能夠就會幫你成個人嗱。耶穌都是給人正能量，但這個是靠耶穌的救恩和耶穌的恩典和能力。但如果靠人的方法，那些就全部是神排斥的。那有些人就說他都有些好的，為什麼他不可以被接納呢？因為沒有耶穌的赦罪，怎樣的好法，即最好的最在世上人認為他最完美的人，在神眼中他依然有很多的罪污，那些罪污不能夠被赦免的時候，他一樣是不得救的。所以呢，我們知道沒有別的方法，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叫我們得救，是只有耶穌能夠叫我們得救的。我們單單依靠耶穌，耶穌才能夠將永生賜給我們的。好了，跟著呢就他們每個人呢建造有金銀寶石草木禾稼的根基上顯露，在這裡建造，然後呢這個工程會顯露出來，因為那日子，我想問這個那日子是什麼日子呢？有我想大家這樣答我的，不要只是說個答案，而是說由經文顯示出這個日子是什麼日子，你要從經文告訴我這個日子是什麼日子，有什麼證據，由經文。我希望大家習慣從經文去找答案。好，有誰願意答的即刻可以舉手。那日子是不是講耶穌再嚟審判人的日子啊？係，但從經文邊度證明？即係耶穌嚟嗰陣時咧，佢審判人嗰陣時咧，就係咧嗰啲人咧，就係最後嗰句咧，就係從火裏經過人，即係喺火裏經過係咪一啲嘅審判？我唔係好清楚。OK。這個都是一個部分，一個部分還有其他的很清楚的經文的，其實都有 很幾處地方是講得出這個是一個末日審判的時候。是我會見到是那個那日子有火試驗啦，試驗完一是那個人就得賞賜，又或者是得救，咁賞賜同得救應該都係耶穌作為嘅，係啦，即係審判嘅時候咧，就會顯露出呢個人係咪得救，同埋顯露出咧佢嘅行為係點樣嘅。OK， 好，咁咧要試驗嗱，我哋由經文裏面不同嘅方面去了解，到底呢個金銀寶石嗱，大家需要用經文去支持喎，係代表乜嘢咧？金銀寶石草木禾稼係代表乜嘢咧？試驗。是試驗些什麼呢？ OK， 有沒有人去說出由這個經文你可以看得到金銀寶石和草木禾稼是什麼意思？有沒有人想回答？金銀寶石呢應該可以長存的，草木禾稼呢就不經得起火的考驗。 OK， 在這裡哪裡指出這件事呢？其實有的，下面那裡是工程若被火若被燒，是的，被燒即是燒呢啲草木禾稼就不能夠受得住了，他們就要虧損，是的，但他們都可以得救，可能他們那些事工都是好的。 OK， 得救那樣東西我們待會才看的，但我想問你就是說你看到是會被燒，咁到底乜嘢會被燒？乜嘢係會存留？除咗存留，仲會有乜嘢啊？
呢個經文講到，除咗嗰啲金銀寶石會存留，仲有咩添咧？獎賞。獎賞係啦 ，OK， 好。咁有啲乜嘢因素會造成佢係得到獎賞同埋存留咧？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唔能夠存留咧？草木蒲雞咧係即係唔可以存留被火燒咯，係金銀寶石咧係可以存留嘅，係得咗上帝嘅賞賜。但我想問你就係乜嘢因素啊？嗱，呢個經文裡面咧係冇清楚講出嚟嘅，不過因為佢裡面有講到試驗同埋燒，我哋可以判斷呢個金銀寶石同埋草木蒲雞係咩意思。因為有呢啲字眼啊，誒應該係預表到我哋嘅成長咯，成長即係有一種生命，即係我哋喺個成長當中咧係一種試煉啊。佢經過嗰種試煉咧，佢諗起話有，就經過火一樣嘅試煉咧，其實係用我哋嘅成長咧，其實係有一個過程嘅。但嗰個過程咧係唔容易嘅，你要去堅持，係堅持神嗰份信實。咁當你去經過咗之後咧，你就能夠有嗰種生命表現出嚟。OK， 嗱你講咗個過程，但呢度講係乜嘢會顯露咧？係乜嘢會顯露咧？即係嗰個生命嘅結果。可唔可以第十一節咧？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啊，即係話如果立咗好嘅根基咧，就係、是、耶穌基督嚟嘅。係。咁呢一樣嘢咧，就會得到好嘅賞賜咯。咁即係如果你話根基，即係話分辨金銀寶石就係耶穌基督咁樣，咁嘅時候賞賜係咪即係凡信耶穌嘅就得賞賜咧？係咪第十四節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咯？咁就在乎我哋嘅工程係咪喺個根基上嚟建造，咁根基就係耶穌基督。OK， 好，十四節，人在嘅根基上建造嘅工程若存得住，咁咧佢就講到咧就係話其中嘅質素咧就係喺耶穌基督上面。咁我想問大家係咪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其中一個因素係咪唯一嘅因素咧？仲有冇其他因素？係會令到呢啲工程係成為金銀寶石咧？嗱，有啲經文呢、這個經文係冇講嘅，不過你由經文嘅字眼可以推斷，從整本聖經推斷到底佢所講嘅係乜嘢？大家又唔好諗得咁深啊！即係其實係都係啊，聖經有講到嘅，即係啊呢度有暗示嘅，即係有啲咩質素係會令到嗰啲係成為金銀寶石咧？咁佢呢啲工程咧，係即係永恆嘅工程啊！我唔知啊，即係離開咗呢段啊嚇。咁永恆點樣去？咩質素係令佢永恆咧？啊，正話前面個姊妹咧就講咗係耶穌嘅基督嘅根基嗰度咧，係建造啦。咁耶穌基督根基咧，當然係一路咧。一路講落咧，就會講到耶穌俾我哋一啲嘅永恆嘅生命咯。係。啊，咁樣嗰啲永恆生命咧，就類似即係世人睇嘅金銀寶石係可以長存嘅。我都唔係好清楚。O、okay, K， 好。嗱，我想講嘅就係話，乜嘢判斷乜嘢工程係金銀寶石？乜嘢判斷？用乜嘢嘅標準嚟到判斷邊啲係金銀寶石，邊啲係草木蒲雞？呢個就係我問大家嘅問題。我諗嗰個金銀寶石係遵從耶穌咯，係啊。咁而草木蒲雞就係唔係完全遵從耶穌咯，有時係用咗好多嘅仁義。係好嗱，好非常好。但係我要問你嘅問題喎，有經文點樣去？判斷呢樣嘢有呢個結論，有經文呢、這個經文有冇地方可以得到判斷？判斷呢樣嘢係即係話你所講嘅遵從神就係會得到賞賜呢個金銀寶石。你由經文有啲咩字眼可以俾你達到呢個結論咧？可唔可以第十一節啊？佢就話：此外沒有人能立
別的根基，即係話唔可以係其他嘅嘢， okay. 即係唯一 only 係耶穌基督。係啦，冇錯啦。咁你呢個建造就係基督身上上面啦。呢、這個第一點我哋已經講咗㗎啦，係一定係建造耶穌身上。但係除咗喺基督呢個根基上咧，仲有啲咩質素？我哋由經文可以推斷有咩質素咧？係金銀寶石。十三節啊，個人的工程必顯露，因那日只要將它顯明出來，有火發現。野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即係每個人所做的事。你如果係你真係真心跟從耶穌的話，你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成長、好的生命嚟到顯露出嚟嘅。但如果嗰個人好造假嘅，喺人面前就做得好好，其實佢唔係真心嘅，咁就就有這個火來到去試驗。OK， 好，即是跟從耶穌的就有這個是神所喜悅的接納的。 OK， 這個是對的。我想問你問題，由經文哪個地方去給我們知道用什麼標準來到判斷？譬如有些人說個標準你做得夠大，那你就金銀寶石，你不夠大就不是金銀寶石。譬如我這樣說，那我們怎樣回答他呢？到底是什麼的質素？OK， 好，嗱呢個時候咧，我俾答案啦嚇。咁啊，其實咧，啊，我都係用經文去達到嘅結論嘅。係咪仲有人想講啊？有人想講可以講嘅。我啊，而家講出嚟嚇。第一樣嘢係講到火要試驗，火要試驗。咁呢個火嚟自邊度咧？嚟自神啦、地獄啊、魔鬼啊，係嚟自乜嘢咧？係呢、這個一定嚟自神啦，因為佢係跟住得賞賜啊，所以係神去判斷，係咪？個要點就係神去判斷，判斷。然後咧，佢要得賞賜，賞賜係邊度嚟嘅？神嗰度嚟嘅，所以係神嚟判斷，神嚟到賞賜。咁即係話咧，就係用神嘅標準啦。其實個答案就咁簡單啫。好，大家覺得哇，哎呀，咁簡單嘅，咁簡單，即係話咧，唔係話你要夠大，聖經冇話到你要夠大，聖經話要乜嘢咧？聖靈嘅果子啊，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係關心人嘅、愛心嘅，係傳福音嘅、建立靈命，即係用神嘅話語作為標準，而跟從聖經嘅話語就係神會試驗。你跟從聖經的話語就是做得啱啦，合乎聖經啦，係咪咁樣？係咪？首先我再講一講我嗰個證據嚇。第一，呢、這個火一定是來自神，因為佢會試驗之後會得賞賜。第二咧，佢係會俾賞賜，係唯有神才能夠賞賜，同埋唯有神能夠燒啊，即係唔好嘅佢能夠燒。咁即係話咧，係用神的標準，神的標準喺邊度咧？聖經。所以是用聖經去判斷，而聖經告訴我們，凡是生命是一定有聖靈的果子，即是屬神的生命有聖靈的果子，有愛心，有潔淨的生命，就是除去一切的污穢、邪惡、淫亂、所有的邪情私欲，這些我們放低的時候，有個真心去侍奉神，神就喜悅了，神就會賞賜了。所以就讓我們看到，我哋用聖經作為標準啦，我哋嘅生命係咪跟聖經嘅標準？因為我哋嘅生命咧係跟人嘅標準。嗱，有時有啲人會跟人嘅標準㗎，譬如話啊，你帶唔帶多人信耶穌啊？你呢個月帶咗未啊？啊，你帶咗幾多個人？你帶咗咁多個，你帶咗咁少啊？咁有時咧就用一個人嘅系統啊，就未必用聖經嘅系統，即係任何一樣嘢聖經。耶穌強調，就算一杯涼水都不能得賞賜，即係話咧，唔係計份量啊。當然我哋想救多啲人嘅，但係個最主要準則係我哋個真心啊。即係譬如有人好真心去做，譬如初期去到韓國傳福音嗰個人咧，佢俾人殺死喎，但係佢留低本聖經，令到韓國後來咧復興嘅。咁佢可以話冇乜果效喎，佢直接帶唔到人信耶穌喎。亦都有人去非洲咧，又係。傳了很久很久都傳不到，即都沒什麼人信耶穌，但後來就越來越復興了。即是他的過程中他未必得到很多果效，但他因為真心去做，神就喜悅了。所以
咁嚟講咧，我哋就話，我哋自己可唔可以試驗下自己先咧？用咩標準試驗下自己嘅生命啊？同埋我哋嘅行為用咩標準啊？係啦，用聖經嘅標準，用聖經嘅話語、聖靈嘅感動，賜俾我哋平安喜樂，係跟從神嘅方式，我哋就知道我哋所做嘅係啱嘅。嗱，咁有啲人佢自己用一種假嘅聖靈嘅感動啦，點樣假嘅聖靈感動啦？我明明帶咁多人信耶穌，所以我可以好開心。但咧，佢裡面可能咧，佢自己都會聖靈有時會提佢嘅。你雖然帶好多人信耶穌，不過你冇乜愛心，你用好強勢嘅方法，你咧令到嗰啲人好有壓迫感。你咧唔係教導佢行曬神嘅路。譬如有啲人咧，佢哋用嘅方法就招聚好多人喎，做一啲譬如話一齊玩啊、食啊、旅行啊，帶咗好多人翻嚟。不過咧，嗰啲人都唔稱咗信耶穌嘅。咁呢個就冇跟從聖經嘅方式，咁嘅時候咧，佢係唔會得到賞賜嘅。好，嗱呢度講到咧，即係先我啱嗰點咧，就講到乜嘢標準分辨係金銀寶石。咁我哋大家都反思一下咯喎，我生命係金銀寶石多啊，因為草木禾雞多咧。咁我哋呢個咧係我哋可以分辨喎，到底我係真心愛神。真心愛人，所以我侍奉神啦，去祝福人啦，定係我係即係隨住自己嘅私欲。嗱，有時咩叫私欲咧？哇！你嘅小組咁多人，我都要多過你。即係一路做嗰陣時咧，哇！今日少咗人啦，我好激氣啊！你嘅組多咁咁多人，我真係好嬲啊！咁咁嘅時候，神中唔中意啊？唔中意啊！我哋應該為到哇呢、這個人做得咁好，感謝神，感謝神，佢真係做得好啦。嗱，譬如我用另一個比喻啊，譬如咁啊，領敬拜啦，嗱，我完全唔係講我哋敬拜隊嘅，譬如假設我有兩隊敬拜隊啦，好啦 ，A 敬拜隊領咯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 B 敬拜隊領 ，B 敬拜隊領嘅時候咧，哇，啲人好喜樂，好投入啊，哇，好被聖靈感動啊，個 A 個就話：，唉，你唔知用啲咩符 fit 嘅啫，你咁嘅時候，佢個心態有咩唔好嘅質素咧？妒忌、精勁，妒忌、增勁，咁嘅時候咧，就係屬於乜嘢草木禾雞啦，就係佢咁樣嘅心態嘅時候係唔好嘅，所以我哋自己審查我哋內心，有冇呢啲咁樣嘅妒忌啊、競爭啊呢種心態？因為神有一日咧有火發現喎，我想問下呢個火係真係嘣一聲有啲火走出嚟啊？抑或喺呢個係一個？呢個係一個 literal 照字面嘅解釋，因為係一個代表性嘅説話。代表性嘅説話，因為咧即係我哋啲行為唔係好似一樣樣禮物咁擺到噶嘛，即係一嚿嚿噶嗱，呢個第一嚿、第二嚿、第三嚿係一啲無形嘅，不過喺神眼中咧，佢全部都可以數算出嚟嘅。咁就會有火嚟到試驗啦。咁啊，試驗嘅時候，大家可以想像啦。譬如我哋嘅內心神去試驗，我哋嘅行為神去試驗，這個試驗嘅過程啊，神點樣先能夠做到呢個試驗過程咧？嗱，呢個我哋用一個去分辨神嘅作為嘅諗法啊，即係話神要試驗一個行為，佢點樣試驗法咧？咁呢個經文冇講到嘅，不過因為聖經講到個後果，所以我哋可以諗到到底個試驗過程係點樣嘅。有冇人想回答啊？嗱，呢個經文係冇講到嘅，但係個結果我哋睇到個結果嘅，咁所以我哋知道佢嘅過程一定係有啲咩包含在內，有咩作為包含在內。OK， 到底神點樣試驗？神用咩方法試驗？有咩經文可以？我想試一下得唔得 ？OK， 好。即係神用咩方法試驗？即係佢係你嗰個內心。同埋你平時去行為，同埋你係咪真正真真睇到係愛神愛人嗰只，同埋真正真真去關心人，係平時去關心有需要人啊，去唔開心一啲啊，即係咁樣去用內心來發出咯，用真心來做，去出來咯。OK， 好好，你嘅答案係啱嘅。咁我哋有咩經文去支持呢樣嘢咧？有咩經文
去啊，即係同埋咧個個過程到底神做乜嘢嗱？其實我就問大家個問題：神做乜嘢咧？咁咧，我而家俾答案啦嚇。咁咧就係聖經啦，啟示錄二章廿三節嗰度，神係測驗人嘅心腸肺腑嘅，即係話神咧平日已經做開嘅，一路做開嘅，每一日大家而家坐喺度。有些人就會很投入感激神和反省自己的生命，我有沒有跟從神，神已經在反即是一路省察我們的裡面，分辨我們的裡面，或者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回到家裡有多少猛疹怒躁激氣，有多少煩惱不開心，有多少愛心，神已經全部看到了，記錄了在他的生命冊上，已經記錄了這個人的生命全部記錄了。所以到呢個試驗嘅時候咧，就佢將呢啲所有神分辨佢嘅內心同埋言語行為全部嘅記錄攞翻曬出嚟，佢就會從呢啲嚟到試驗啊，到底我哋嘅生活行為到底係唔係合乎神嘅心意？當係合乎神嘅心意嘅時候，神就會就話呢個可以存留啦，呢個工程可以存留，就會得賞賜。但如果呢個工程係唔能夠存留，神咧已經察驗佢咧係好多驕傲、好多污穢嘅時候咧，佢就唔能夠存留啦。咁即根據經文咧，就有其他經文講到係按著本身所行嘅，或善或惡受報，同埋咧係講到人神能夠察驗人嘅心腸肺腑嘅，同埋呢個講到係得賞賜嘅。所以話嗰啲行為神喜悅嘅，神就分辨到佢嘅行為點樣，就會賞賜佢啦。如果行為唔好嘅咧，佢就唔會賞賜啦。咁樣嚟講，對於我哋嘅生命有咩提醒咧？嗱，呢個就應用啦。大家有冇人想回應啊？對於我哋生命有咩提醒咧？當我哋知道係咁嘅時候，要反省一下自己，認罪悔改。如果做得唔啱，我頭先我都分享，我頭先你喺台上邊講到抹餅啦，咁我都反省自己嘅。咁翻到屋企。即係屋企人猛猛掙掙咁樣咧，咁可能我都會猛埋一份，咁我就喺嗰一刻我就覺得，唉，真係唔得，要向神認罪悔改，我要翻屋企咧，要學習包容。即係如果我身為一個基督徒，話要跟從神，我完全唔懂得去包容佢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個唔好嘅見證。所以我真心向神認罪悔改，我翻屋企我要唔好猛。好，感謝主嗱。最先呢個你所發生嘅事咧，就係聖靈感動你啦，就係好似其實腓書二章十三節，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係話咧，我哋會立心去悔改，我翻屋企咧唔好再俾佢影響啦，我立心咁樣改變，同埋我會決定嘅行出嚟。这个就是圣灵在里面运行，以致我们自己都会做这件事，即是神其实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自己会悔改，我们自己会改变，但这个改变过程其实是神运行，令到我们会悔改和会真的去离开罪的。这个就是神在里面审查我们，即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人都时时有圣灵的提醒，时时都回应圣灵，他整个生命是会神喜悦的，神會話呢個人真係好啦，佢成日都回應我嘅聖靈嘅感動，成日都聽話，成日都親近神、遵從神，我真係喜悅啦！神一定咧一早已經知噶啦，到時咧係有火試驗喺眾人面前咧顯露出嚟嘅。喺呢過程點樣，我哋唔係好知道啊，因為我哋根本聖經冇清楚係講出，但係咧我哋想像每一個人輪流啦，即係每日浸一聲，全部一齊億萬人一齊審判，浸一聲就審判曬，亦逐個逐個出嚟，逐個逐個出嚟咯。然後咧，將佢啲行為咧，神咧嗱用咩方法我哋唔知喎，可能用影片嘅方法睇翻曬你嗱，你當時做乜嘢？咁神係會俾你睇到話佢啲愛心係點嘅，佢啲怒嘈係點嘅，佢啲語氣係點樣樣嘅，全部都顯露曬出嚟。跟住咧就。即係神用嘅方法啦，啲火就將嗰啲唔好嘅燒曬，燒剩幾多咧？可能燒剩少少喎。但係如果我哋而家醒悟咧，我哋就係神啊！你原來會審查嘅，會咁小心去審查嘅。你已經平日做曬功課，神一早做曬功課，喺當時即時記錄曬㗎啦，已經
所以咧，到時咧，神係會將所有嘅過程全部顯露出嚟，然後嗰啲神喜悅嘅咧，就會得賞賜。哇！嗰陣時嗰種心情會係點啊？有啲似乜嘢啊？大家有冇諗過有啲似乜嘢咧？當你神話：哇！你真係好真心愛我，你好真心愛人。咁到時嗰種心情啊，似地上啲咩心情啦？地上咩情況之下你會咁開心嘅咧？領獎，領獎即係當你做一樣嘢做得好嘅時候咧，你領獎嘅時候咧，你真係會好開心。啊，牧師啊，想問下個工程係指咩咧？係、okay. 指我哋嘅行為啊，思想行為啊，抑或係指我哋嘅服事啊，抑或指我哋嘅生命啊？啊，我哋呢樣嘢睇翻上文嚇、啊，上文有答嘅。呢度我想問下大家嗱。大家一起去看，邊個看到即刻回答。這個經文有講到什麼，到底這個工程是什麼？與神同工。OK， 與神同工，但是什麼同工呢？放膽說，看到就放膽說。栽種和轎冠。是的，沒錯，這裡講到呢，栽種和轎冠就是去傳揚福音，同埋什麼？轎冠是什么？牧养啦，照顾啦，帮他成长啦。那这里呢讲到呢就是栽种和轎冠，不过圣经是有讲到其他东西都是有赏赐的。圣经有讲到什么有赏赐？大家有没有印象其他经文？其实我的过程整个过程成日都想大家记得经文，其实我成日都讲的一杯涼水啦，俾個小子，神，我一定會神。係啦，冇錯啦。但係咧，大家有冇印象啊？我講過咧，呢、這個小子到底係邊個咧？喺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節嗰度講到，凡因你們是，有冇人印象？你講。基督徒咯。係啦，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的，給你們一杯水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即是話做在基督徒身上，同埋做在非基督徒身上，為咗目的係乜嘢咧？有冇印象啊？我講過嘅，想目的係乜嘢？用愛同埋傳福音，等佢得到認識耶穌咯，救恩咯。係啦，即係話做在非基督徒身上，想佢得救；做在基督徒身上係堅固佢嘅。無論我哋做乜嘢係對佢有益處嘅，神都會賞賜啦。啲經文講到啊，俾一杯水啦。咁咧，聖經亦都講到栽種啦、轎冠啦。咁但係咧，我哋由全本聖經睇到輔助與著嘅人係咪啊？勸勉人、提醒人啊，聖經係都係神所默示嘅，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即係凡你做親呢啲嘢咧，教導人學義、使人歸正嘅，全部都係神所喜悅嘅。或者做在弟兄姊妹身上，佢有需要嘅，我哋幫助佢，神都喜悅嘅。嗱、啊，有啲群體咧，佢哋會做一啲啊，即係幫助啲救濟啲人啦。咁有好多基督教群體係會傳福音嘅，不過有啲係唔傳福音嘅，淨係做嘅啫。咁呢個咧係聖經冇支持嘅，即係真係有啲人以為就咁做善事咧，就係神所賞賜嘅，這個係未必嘅。OK， 好嗱，咁呢度我哋喺呢個經文咧，我哋大家睇到即係我哋先咧。用釋經的方法看到，看到原來聖經裏面講咁多，就係話咧，神已經一早會試驗，而到將來審判嘅時候，就應該將個生命冊打開，又將佢一切嘅生命、所有嘅內心行為、言語行為，全部都顯露出嚟。咁如果係神喜悅嘅，按照神嘅方法咧，就會得賞賜啦；如果唔係咧，就會被消去。咁最後咧，講到十五節。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尚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咁呢度講到咧，係有人佢嘅行為全部燒曬，咁佢咧就好似得救從火裡經過一樣，就好似咧，即係好似有火啦，咁你個人要衝過啲火先走出嚟，咁啊燒曬頭髮啊、眼眉啊、啊啲衫啊，乜都燒曬啦，就成身都係燒傷咁樣走出嚟，咁啊僅僅得救。嗱呢個經文咧就講到佢仍然得救。大家有冇印象有經文講到有人做好事遵從神，不過是不得救的？
大家有冇印象啊？喺聖經邊度講嘅？有嘅可以舉手回答。邊度有講到有啲人遵從神嗱？佢應該話遵從神吩咐人做嗰啲，不過佢係有問題嘅，所以佢結果唔得救嘅。有冇印象啊？即係遵行天父旨意嘅就得救，如果唔係遵行話奉主嘅命揀鬼啊，做好多嘢都唔係得救嘅。Okay. 主唔識得其他。OK， 你能唔能夠嗰個經節講出嚟，同埋嗰個意思啊，即係再解釋清楚一啲啊？你唔記得唔緊要，幫我聽問你，你記得幾多啫？即係遵行天父旨意嘅先至得救咯。係啦，係啦，即係話咧，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進去。咁但係跟住就話咧，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説：我不是奉你嘅名傳道，奉你嘅名趕鬼行異能啦。但係耶穌話咩啦？我實在告訴你們，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嗱呢度咧講到咧係作惡喎，從來唔認識喎，但係佢有趕鬼傳道、趕鬼行異能喎。咁點解佢會唔得救咧？有冇人回答啊？點解佢會唔得救咧？嗱佢即係佢傳道。趕鬼行異能嗰啲係聖經有吩咐喎，點解嗰啲唔得救咧？佢唔係佢冇理做咯，有時要用自己方法咯，佢就去克制人啊，或者佢自己都跟隨世界嗰啲咯，即係冇理做嗰啲咯，用佢自己方法。係啦，即係話意思咧，就係、是。他一方面有做，不過他自己繼續犯罪而不悔改。大家都聽過有些神職人員，他們又犯奸淫，這個呢，他是不是一定不得救？他一定要悔改，他真心悔改，他依然可以得救。不過呢，他得救呢，就是如果根據他以往做的，可能有很多都是消散的，但他真心悔改，他依然呢，神是會接納他悔改之後所做的一切。即是說如果有人他一路呢做神蹟的工作，傳道啊，行趕鬼啊，行異能啊，但佢裡面依然有好多嘅污穢，佢又冇悔改，佢咧就即係神嘅吩咐咧，佢就教人，不過自己冇做，即係話佢冇同神嘅交流啊，聖靈感動佢，嗱你咁樣講大話，你咁得罪人，你咁樣做一啲唔好嘅嘢，係神唔喜悅嘅，聖靈喺度感動佢喎，不過佢聽完咧係冇反應，佢覺得唔緊要嘅。我是傳道緊，冇乜所謂啦，做呢啲嘢冇所謂啦。咁嘅時候咧，係好危險嘅。譬如事實上真係有教會咧，佢哋係信可以有同性戀喎。咁咧有啲又信咧，神咧係 Mother God， 係天上嘅媽媽嚟嘅喎。即係佢要將聖經咧改變。聖經嗱有啲教會亦都咧會佢會咧接受咧就咩宗教都得救嘅。咁其實呢啲。教會都是有問題，但亦都有時有些是正確教會教導是正確，不過那個本身那些人是不正確。所以呢，當我們見到一些基督徒的時候，我們見到他軟弱，我們應該怎麼做呢？如果見到一個人軟弱，我們是不是說唉我都改變不到他的了，是這樣的，沒辦法的了，因為我們可以怎樣做呢？如果我們見到有基督徒，但是見到他很軟弱，係去見到佢軟弱，去多啲關心佢，聽佢講，係睇下佢嗰個需要咩，去針對佢嗰、那個，即係唔係針對，即係用嗰個方法去關心佢啊，去多啲去解釋佢聽啊，做聆聽者啊，同埋用耶穌嘅愛啊、神嘅話語同多啲去做聆聽者關心咯、啊。係好，係非常好。即是說呢，我們不要假設人家受了洗，又回教會，又奉獻，又傳道，又行，即是行神蹟異能，不要以為他一定生命沒有問題。但我們都不是好像，我們不是做眾人的警察，我們不是做眾人警察，但我們見到有人他生命有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求主給我們有這個溫柔的心，一個祝福的心，去跟他溝通，去聆聽他，而呢去表達關心他。如果表達關心他的時候，他的反應很強烈，
佢你係邊個啊？啊，我使唔使聽你講啊？咁咁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點樣回答佢啊？可以點樣回答佢啊？比如關心佢，亦都好強烈啊，即係好惡啊、反感啊，我就會去放低佢，同佢祈禱啊，祈禱，即係基督會諗起佢，同佢祈禱啊。咁佢落咗嚟，會去打下電話去基督去關心佢。OK， 好嗱，即係話咧，你暫時放低，然後為佢繼續祈禱，咁呢啲都係好嘅行動嚟嘅。咁我哋亦都可以當時就表達，我只係出於關心想祝福的，我是不是有不是惡意的，我只是想大家都在神面前呢，神喜悦的，神會接納的，我們所做的神喜悦的，這樣即是用一個柔和心，但心裡面就剛強壯膽，不要害怕有人批判我們所做的，我們都不受到影響。所以今次和上次的經文給大家看到呢，就是原來我們所一切所有的行為都要在神面前受審判去分辨去試驗，求主幫助我們。有些人呢兩種，一種就是他呈獻給神的是很少的，那麼就少的時候又試驗，剩下還更加少，是不是？那有些人呢是很多，不過又燒了很多，有些人很多，但有很多得神喜悅，那麼的時候呢，即是個侍奉他合乎神的心意，他做的神喜悅的，他又得到了賞賜，那就是叫做這個叫什麼呢，事倍功倍，不是事半功倍，是吧？就是做一半，但是你果效 一倍，但是有些人呢事倍功倍，做了很多，不過的果效是不多的，就是神不喜悅的。所以我鼓勵大家這兩次的查經幫助我們去分辨我們的生命到底是事半功倍啊，亦或事倍功倍，同埋神都俾我一個教導，就係話我哋個個都起屋啦，會唔會起完一層，起完一個縫牆，跟住又拆翻佢，聽日又起個又拆過佢，咁係咩意思咧？一路侍奉，一路犯罪，一路咧驕傲，咁啊叫白做。咁到底我哋想白做啊，定係神在喜悅？同埋真心，就算小事，就算將一啲見證擺上網，將啲任何嘅嘢啊，鼓勵人的說話放上網，同埋見到弟兄姊妹就關心。你每一個笑容神都可以賞賜喎。你話佢話神話你幾關心人，你見到人就好開心。你咧，我睇到你咧，我就歡喜啦。嗱，咁即係話有時有啲人做嘅好少嘅事，佢見到人就關心佢，為佢禱告，神都喜悅嘅。係有啲好微小嘅事，神都喜悅嘅。咁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心態，我一齊起身祈禱嚇。主幫助我哋分辨我哋嘅生命，同埋分辨我哋所做嘅一切。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神啊，你嘅話語真係好甘甜。你嘅話語咧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教導我哋點樣樣。神，你係會試驗我哋嘅行為。我哋有一日，我哋所做嘅一切都要喺你面前試驗。求主幫助我哋咧，去省察我哋嘅內心。我哋睇下我哋嘅生命有啲乜嘢唔好嘅地方。求主耶穌分辨。叫我們真心悔改並且離開罪，不是只是悔改，是離開罪並且遵從神的吩咐，按照神的方法，用愛心，用喜樂的心，關心人的心，善良的心，祝福人的心，去侍奉你。主耶穌，求你使用我們每一個生命，我們每一個為主所做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因為神會揀選那些軟弱的叫剛強的羞愧，神揀選愚拙的叫那些智慧的羞愧。無論我們就算我們學識不多，我們聽神的話，我們的生命必定蒙神的喜悅。求主施恩幫助我們立心被神使用，將我們的生命獻上，不要獻呈得很少很少給神，讓我們真的獻上很大的禮物，很多的禮物給神，因為我們喜悅神，我們就祝福人，我們所做的神一定喜悅。求主施恩更新我們的生命。在這一陣，我請大家反思一下，我們默禱反思，到底我們的生命是什麼質素，我們的侍奉是什麼質素，我們有沒有將自己獻呈，因為將我們的恩賜埋藏在地裡面呢，將我們的時間才幹埋藏在地裡面呢，我們反思，求主激勵我們有這個心給神使用，我們有默禱的時間。
然後跟住我哋可以向神去開聲去祈禱嘅，神啊，我願意點樣做，你就向神講，神啊，我願意有啲咩我願意遵從你嘅，求你加力俾我，幫我開始去做更多獻上俾你。首先從神得力，親近神而得力，然後我先去侍奉神嘅。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賜俾我哋好大嘅救恩，我哋能夠得著神你嘅救恩，能夠咧有永遠嘅盼望，有永遠嘅在天上嘅賞賜，同埋永遠嘅住所喺天上，有永遠神嘅同在，呢啲都係好美好嘅。在今生我哋有神嘅陪伴同埋祝福，神嘅安慰非常美好嘅。求主幫助我哋，就珍惜神俾我哋一切，我哋就建造在基督嘅磐石上。我哋就會在上面咧，係真係咧用愛心、用良善嘅心、關心人嘅心、耐心去建立人嘅靈命，去侍奉神，去榮耀神。神一定喜悅嘅。求主施恩祝福我哋嘅生命，幫助我哋唔好閒懶不結果子，叫我哋唔好將恩賜埋藏，叫我哋真係咧使用我哋所有嘅恩賜。我哋唔擔心、唔懼怕，因為神必定喜悅嘅。求主施恩祝福我哋每一個，提升我哋聖靈向我哋感動嘅説話，求主幫助我哋去回應，聖靈感動我哋點樣去學習，點樣去開始關心我哋周圍嘅人，或者我哋周圍有一個人，我哋係需要去關心佢嘅。求主喺呢一陣向我哋講説話，有邊一個人喺我哋周圍，我哋可以開始求神俾我哋智慧，點樣去影響佢哋，建立佢。求主帶領我哋，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一齐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接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保守我们一路行在神的路上，将生命献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喜悦的旨意，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和活出侍奉的果子。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每一个，从今直到永远。